千万的凌霄案一到五百，如果陈志涵有把这个钱拿回家的话，背信罪要判。他跟戴季全有一笔一千万的一个行销案啊，时间就叫时间公司啊，哈，那时间公司是就是我认为是陈志涵跟戴季全合作了。那如果陈志涵有把这个钱拿回家的话啊，那他就可能有犯的所谓的背信罪了，因为他是讲简单一点，就他是民众党的高级干部。有你民众党薪水，就是他跟民众党是一个委任关系的啊、然后又有机会又在介入民众党的采购，讲简单一点呢、就是郭台铭有一次他把他一个退休的董事长抓起来嘛，对啊，就是你现在我公司的采购，你自己去 A 去收私下收红包嘛，这个要不要关？关啊，这个要关嘛。所以陈志涵只要被查出来，他利用职务之便。有在这个发包的工程或发包业务里面，戴季全这笔一千万，比如说陈志涵，譬如说分到五百，那陈志涵就要关，啊，那以后那就是那个以后等着黄国昌当主席的时候，就把他移送法办嘛。嗯，他早就停业超过一年了，所以到底怎么样开出发票的，很怪嘛。小李便当店礼拜六、礼拜日根本没开，一月七号是礼拜日，一月七号。没有开的便当店可以开了一张发票。来，我跟各位看一个很好笑的东西。到底为什么会有九十六万的便当？陈志汉说什么？陈志汉说：“哎，那个九万六啦。”啊，陈志汉说是九万六嘛。结果戴渝文跑出来说什么？哎，九百六加一百一。戴渝文说九百六加一百一变成九十六万一百一。两个人完全说法都不拢嘛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啊、被抓包了。来，各位，这个所谓大爱素食哦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早就停业超过一年了，所以到底怎么样开出发票的，很怪嘛。第二件事情，他现在变成小李便当店，同一个老板，你看哦，这是小李便当店哦，然后大爱素食天地。盖大爱的章哦，所以变成便当了。但是他们请款的时间点是在礼拜六、礼拜日，对不对，各位？但是小李便当店礼拜六、礼拜日根本没开，所以到底是怎么有办法？各位，一月七号，你看一下一月七号是礼拜几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拢卖小姐，拢卖小姐啦！啊，来来来。一月七号啊，礼拜几？一月七号是礼拜日。一月七号没有开的便当店，可以开了一张发票。而且各位，这不是发票哦。我先讲哈，大爱素食已经停业一年了，所以柯文哲他们登记呢，说这个素食是假的啊。大爱素食已经没开了。现在换成小李便当店，但就算是小李便当店，你看哦，他写说113年1月7号盖这个章，然后这个叫什么？各位，这不叫发票哦，这叫免用统一发票收据。各位，这不是发票哦，这是免用统一发票收据。换言之，这个东西有没有效力？没有。各位，你知道真正发票是怎么样吗？你要去银行领。很麻烦的，只有银行可以领给你而已。但这个是什么？淘宝都买得到，虾皮都买得到。这是免用统一发票收据。所以换言之，上面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正的发票，随便你乱填。结果他们填了一个一月七号，小李便当店根本没开。再来，各位，九十六万的小李便当，我都很怀疑哦，我是不是打开之后眼睛会被闪瞎？为什么？我们的白饭上呢用月光米，上面呢铺了一层厚厚的金箔，然后呢我们的苋菜、我们的青菜呢里面有混碎钻石，
然后呢，我们的猪肉呢中间镶了一个，人家是红酒炖牛肉，我们是红宝石炖牛肉。不然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有办法吃便当吃到九十六万？各位，我再讲一次哈，这是免用统一发票收据，这根本不是发票。所以你看，更搞笑的是什么？民众党的哦，这民众党的，他这边写免用统一发票收据，就上面粘了一张发票，免用统一发票收据。统一发票，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要发票啊？免用统一发票收据，发票，他把它订在一起。你仔细看，免用统一发票收据，所以这只是收据哦。然后这是他的公司嘛，那个买方的公司嘛，大字基曼廷买方的统一编号嘛，便当一百块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变便当了？然后这边写什么？餐点960，那你应该是便当层级啊、数量啊、单价啊。当我们没开过发票，一项一项跟我报啊，不是、欸、餐点。而且各位你看哦，这个便当跟这个餐点，便当、餐点。113，这不是同一个人自己。这个报价哦，你看哦，这个报价是老板写的哦，这是老板的字哦，便当，这不是哦，不是同一笔字迹。你看习惯也不一样。四叉猫去找真正的老板，他是这样画的。每一个人做发票的习惯都不一样，他是这样做的。你像我，我也是上面这一款的，我是直接这样画的，绝对不同人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